面包虫，还带了小兵去世器，每一个都是看着吸血鬼的。就他点的每一个东西都看着吸血鬼。心脏的勇士，并且绝对不会让他们过期。所以我这把经济节奏只能出来两下。一次重大的抉择。他不会让我打的，巨恶心。一次水吸练习，保持状态，然后 WQ 好了就来打 ，QQ 好了就来 Q 我 ，W 好了就来 WQ， 非常的恶心。可口的静脉。现场。我刚被抓了，现在没线权啊！你不给杰收头箍 ，nice， 但是我那个炮车漏了，还没站起来。啊，这劫也吃不到，已经空了一半。我一个 ADC 什么情况？好秀。愿意送我点血吗？等等等，我非常乐意来那么一瓶喝鲜血。WQ 要好了。
维鲁斯之英雄，突然点到。买一种血型，我就不敢自己说。哇，你死什么？我靠，这不要坦赢了。我喜欢有心脏的勇士，并且绝对不会让他们过期。好，好，好，这是自杀了。好四大位呀，好好累呗。一次水系列奇遇，就是你。他这种只能提前闪，他这种不提前闪是必死的。病后能够让我不能不秒吗？OK， 上单是 fail， 但这把对面15点不了。愿意赐我点血吗？我操！我这一把都没怎么漏刀的，偏偏只漏炮车，我发现了。你也危险，我也危险。守护之月。他已经刚开屏。对，你来一下。暂时只出现两只啊，都是在我这边。来那么一笔和鲜血，请让鲜血流出来。我说这个点他彗星就没用了，他在彗星前面没优势，现在已经废了，基本上。妈的，怎么还冰杖啊？我受不了了。这个减速有点致命，他干我了。我不给他机会，我先吸点血再过去耗子。怕的，那我先杀他。慢追，吸点血。再来打。
是不是，我有个什么在、哎、卡玛，卡玛不往前应该是有些东西正在流出来。他第一次摸到我的反应上，我发现了。我这几把的补刀手感很好，你发现没有？真的，我这几把都没怎么落刀，你没发现？除了上把打九级，下面的怼一个很多的技。佛爷哥被剑魔杀了三次啊！回城我肯定干你，有仇当场就报了。这种补刀手感，我吸血鬼就很舒服的。哎呀，别救我啦！暴涨。179不动。这个补刀玩的就非常的 nice。
行吧，行吧。我的杯子已经空了一半。哈，真有人来带我陪玩。那我先上厕所。一次重大的抉择，狠狠刷刀。我的肤色确实很苍白。这边血量感觉给剑魔送大招去了。你妈的真恶心啊，我的血池呢？你要吃？我血池按出来他也溢出来了，你操！扣血给自己扣死了，明显是我跟按 W 也被他敲出来了。我们再说扣血给自己扣死了，我给你一拳把你脑子给你打打。OK， 有趣了，不会再吃吃大了。我的杯子。一次重大的抉择，兄弟们，请相信我的 ADC 啊，我很敢打的。血块变厚。
你们真敢打！你怎么直接中了这个技能就给 P 了？不想玩了，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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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招啊！拉克斯先让你活多活两分钟，等会干你了。漫天飞雨，枪斩千秀，你拿什么杀我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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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假的？